讯早知道第五小快报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大大好儿哥哥。先冒昧问一下，柯南联动的第一弹皮肤你们都抽到了谁呢？我这边是除了毛利小五郎的律师紫皮没有抽到，其他的都还好吧。那么你们如果没有抽到第一弹的紫皮呢，也不要慌，因为柯南联动的第二弹皮肤马上就要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两位的颜值还是真的很在线的呀。但是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图片啊，是的，没错，这个图片呢也是和第一弹一样，是有联动角色的涂鸦的。右边的这两位我们都已经知道是谁了，那么左边的这两位也是非常的明显了吧？中间的这个肯定就是怪盗基德了。然后从他肩膀上的鸟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怪盗基德难道要和先知联动了吗？不是大家所说的魔术师瑟韦了呀、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呢？最后这一位女士就是大家所说的贝尔摩德和调酒师的联动了吗？这一点呢目前我们还不太确定，仅供参考啊。最后就是大家仔细看这张图片呀，这个樱花树还有校园的街道，你们能猜到这是柯南动漫里面的哪一个场景吗？很多小伙伴们说这个呢有可能会和永眠镇进行联动的地图彩蛋。哇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感觉永眠镇这张地图又可以拍第五连续剧了呀。好啦小伙伴们，那么这几款皮肤你最喜欢哪一款呢？预计啊还是会和柯南联动第一弹一样，以精华宝箱抽奖的方式进行上架哦，所以到时候祝大家都能金光闪闪了。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这四款皮肤里面会不会有金皮呢？感谢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，我们下视频见了，拜拜。